所谓的豁达，比如说对方有一拳向我打过来了，我用的动作是这个，我不是做这样子的格架碰撞，而是做这样子的刮动，刮动向上。即使仍然不免打到我身上啦，没有关系，它的力度也被我消解了，门开了，门开了，我不能撞上自己的手上去往前撞，不行的。所以八极拳说把手放到后面去，而露出这边，敌我双方打开的部位用肩靠。正确的方法是我往前进。也许当我在做割架的时候，踢他的腿，有后收的动作，后收动作我再攻进去。我的脚要穿过裆，落在这个大概的位置，也就是说是这样就进去。用我的腿面，大腿的腿面顶他的大腿的本招的运用。本招的运用，八极拳的基本应用原则，深入虎口，安如泰山。